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坤伟。那今天跟各位介绍手工木搪瓷。那我介绍一下为什么我会开始做木搪瓷。那为什么我觉得最近很适合，就是在家里面做木搪瓷。那我也会介绍一下，欧美常用的做法，好，以及他们所使用的一些工具。那木头要怎么选择呢？那哪些地方需要注意？那我在待会的时间里会跟各位做介绍。那做木搪瓷的方法有很多种，哦，有用那个电动机械制作，那也可以纯手工制作，甚至可能只需要两个工具就可以完成一个木搪瓷了。那这边介绍的是欧美常用的做法，用斧头加雕刻刀加五刻刀就可以做出一把木搪瓷了。OK，那我为什么会想要做木搪瓷？那木搪瓷有趣的地方在哪里？那其实一开始的契机啊。是我在野营或在野炊的时候，常会觉得很无聊。那因为在野外，除了吃吃喝喝之外，也不知道要做什么。那我也不习惯在太阳底下看书。后来我偶尔在外国的 YouTube 频道上看到，诶，其实野营也可以做木搪瓷，我就觉得很有趣。那透过简单的工具就可以做出一个搪瓷出来。那你想象一下哦，在大自然里。然后在傍晚吃完烤肉之后，在萤火前面，趁着晚霞及火光之下，用简单的工具啊，切一下木头，做出实用的器具，我觉得是一件很迷人而且很疗愈的事情。因为这是你跟木头之间的对话，别人是没办法介入的。每一刀都会离你所想象的样子越来越接近，虽然最后的样子可能跟你想象的不大一样，但是这也是做汤匙有趣的地方啊，因为到最后。不到最后，你不会知道汤匙长得什么样子，好，因为习惯、经验跟木头的纹路都会影响到你最后的样子，而且完成之后会很有成就感，东西也很实用，就很适合做礼物送人这样子，也让生活多一点温度。那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做的汤匙，这是我做的汤匙。这个是我做的样子。OK，因为做木搪瓷它有个特色，就是说你的个性，你个人的性格有一部分会显露在你的搪瓷上面，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。那这个是别人做的搪瓷，给我看一下，很精致。要不要把特效关掉？这是别人做的搪瓷，非常精致，像买的一样。所以可以看得出来，其实我的个性还算蛮随便的哈，就是做做而已，然后没有打磨就开始在使用了。那这个是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常用的工具。基本上我会先用锯子，我先会用先用锯子，哦这边，我先用锯子把木头。切到我喜欢的、我想要的那个长度之后呢，那我再用斧头把大概的外形做出来，就是用这个斧头把外形做出来。好，我会先这样切削之后，再这样切削，再把这个切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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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就变成一个先形塑出一个大纲出来，一个大概出来，我才会用雕刻刀，介绍一下我的雕刻刀，斧刻刀，好，这是雕刻刀，这是第二种雕刻刀，这个是耍帅用的那个收纳袋。这个背景那个东西太靠边，还好。我用雕刻刀，然后挖出那个，开始做一些细节的处理，像这样子。好，像这样子做细节的处理。然后最后再用斧刻刀挖出那个汤勺的部分，把它挖出来。好，当然有些人他会用烧红的那个木炭来做出汤勺，但是我习惯会用斧刻刀来做出汤勺，这样。
那福克刀在购买的时候要注意那个开刃的方向是哪一边哦，因为像我这把刀是右撇子专用的，所以它在切割的时候，它的这一边是有开刃的，我手就不能去摸。那另外一边是没有开刃的，我手就可以去推。这样子我在做汤匙的时候就会很方便。那做完之后就要涂一层那个食用油、矿物油或者是木蜡等等这个等等的东西来保护这个汤匙，让它可以使用性可以耐久一点。啊，还有手套，我的手套，这个是为了就是安全起见，因为刀子不长眼，哦，如果不小心会割到割伤。这时候我会需要一个手套来那个来保护自己的双手。哎，这个是我在侠客楼古道的爬山的时候，晚上没事做，就来这边做个汤匙。哦，这个是在路边捡的。那路边捡的木头一个缺点就是说，如果放太久，那或者是枯朽的话，那其实会很难做。哦，其实如果说它还刚砍下来不久的木头，其实会比较适合做汤匙，它会比较软一点。像这个汤匙它已经放很久了，所以会不好做。那在萤火前面做汤匙是非常享受的事情。如果说你喜欢跟木头亲近啊，也不想买器具的话，也没有大的空间，哦，你可以跟我一样，在家里面，在房间或是客厅，我就可以开始进行做木汤匙了。那我就可以做出一个很好的家庭的器具。那而且刀子的话便宜好维护哦，然后比起很多的休闲活动来说，哦，这个坑算很浅哦，基本上只要买几把雕刻刀哦，然后有木头就可以开始了哦，你不用买很多的工具，也不用买昂贵的器具，然后可以在随时随地在客厅、在房间、在野营的时候、在录音的时候就可以开始进行。就开始做了。OK， 这就是做汤匙的一些经验。Okay， 那这边介绍一下雕刻的手法。一种方法就是胸前交叉哈，就是说像这样，好像这样子。对，它这个方式就会可以切掉比较多的那个的木头。那第二种方法就是往前推，哦，往前推，你可以这样子，哦，这也是可以，也可以那个切掉比较多的木头，比较方便。可以看到就是非常的有效率，比较有效率，这样，哦，或是用这种刀子都可以。那比较常用的方法就是用左手手指去推，这是会用到就是比较需要细腻的雕刻的部分，像这样子。这样子方式就可以比较细腻的去雕刻，去切出那口想要的形状。那还有一种就是引在胸前往内推，好像这样子。Okay， 这样子，这是在使用就是需要比较细腻的时候，哦，不外乎就这几种。对，这样子。那福克刀的方式就比较简单。哦，就是你所看到的样子，它比较特别一点，它会需要这样子去切削，像这样子。哦，当我开刃是在这边，我这边是没有开刃的，我就可以这样去推，这样子。这是福克刀的用法。木头选择的话，基本上简单的说，如果没办法分辨的话，就直接用买的，
哦，这个是从网络上买的，已经等一下已经锯好切削好的，比较方便。哦，比较好的木头其实是松木，像这个就是松木，因为它比较软，那它也比较木质也比较稳定，它比较不会有结那些的。哦，所以说用松木，在网上买的时候，哦，尤其是在亚马逊，你可以指明说要买松木，它会，对于初学者来讲，它会方便很多很多。OK， 那亚马逊官网有很多雕刻的木头可以购买，那啊，路边捡的木头也可以，但是就是要注意它不要有结。那干枯太久 的木头也不适合。对，我还是觉得说木头还是要跟从网路跟木材工厂买会比较好。哦，甚至木材工厂会把一些不要的边角料先免费送给你。哦，记得就是不要去锯路边的树。哦，这是要不得的事情。那在我们在做木汤匙的时候，注意一下安全哦。那方法就是你可以买防割手套，或者是使用这种保护手指的一个手指胶带，像这样子，可以保护手指不被割伤。那像我的话，我是使用这个手套，这个手套其实就很好用的，可以防烫，然后可以防割，没有很防割啦。那基本上是 OK 的。OK， 那接着就是还要注意，就是说，不要用熏过或是泡过药的木材，因为它里面可能有一些药性还在里面。如果你拿来就是吃，就是拿来当食器的话，其实还就是会把一些不要的一些药材吃到肚子里面。那像这张图，就是可以在网络上面买到的木材，它已经帮你切削好了，你只要买它的木材之后，就可以直接开始做你想的样子。OK， 这边我介绍一下碎石起火的方法哦。简单的说，就是用铁块敲击木石头的方式来生火。OK， 那你可以看到说，我右手是一个火镰，左手就是一个碎石。那在敲击的时候，它会产生出火花。它会产生出火花，那个火花会碰到碳布之后，碳布就会燃起来。对，好，看到火花，那用这种方式就可以把碳布，就点燃碳布，然后碳布就会有火星，再加上引火嘛，就可以起火了。黑色的那个就是碳布，就是把棉布碳化之后所得到的一个布材。把银蓝的碳布，然后放到那个引火麻上面。用嘴巴轻轻的吹，这可能需要一些技巧哦。当吹起来之后，你就觉得很有非常成就感，终于被你吹出来了这样子。Okay， 那我介绍一下他那刚刚所使用的一些，刚刚生活所使用的一些器具哈、哦。这个就是火镰，这是火镰，就是用那个，这就是高碳钢制作的一个的工具。我们古代没有打火机的时候，就是用这个东西来做引火的工具。那这个是碎石，是石英的一种，哦，是比较常见的细质的岩石。那碎石跟铁器敲打的话，就会产生火花。哦，这边敲一下，不会起火，所以拜长不用害怕。
看不出来。那这个是萤火吗？就是说当我看不，哦，看不，还有看不。好，这个是看不。看不就是用棉布去碳化之后所产生的，就是叫看不。那棉布就是像这个，我是去布料行，去中立的布料行去购买的看的厚的棉布。那这个就是这个，你把它放在小盒子里面，然后经过闷烧之后，就会成为碳布，像这个样子，对，黑黑的，就是棉布的碳化。那萤火麻，这个是萤火麻，就是萤火麻，就是麻绳，把它给撕散之后所成的样子，然后当那个碳布点燃之后，把它放到萤火麻里面吹一吹就可以了。那这个麻绳啊，这个就是麻绳 ，OK， 麻绳，然后把它撕开来，好，撕开来，然后把它柔化之后，就变成这副德性，这样。那在野外生活当中，其实我比较喜欢用碎石生活，因为在风大的地方，像溪边，用碎石生活就会很有趣。但是其实用打火棒加碳布加萤火麻也是同样的效果，它一样是会产生火花。但是我用过这么多的那个生活的方法，我最后发现用打火机是最好的方法。打火机。打火机，这个是，好香哦，这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啊！